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为13米的平板挂车，变梁是采用的槽钢设计，底板是 2.75 的花纹，大梁上一板8个厚，下一板是10个厚，用的是华劲的支腿，支腿可以支撑25吨，然后是铝合金的工具箱，整车重量为6吨，可以拉40吨的货物。